才知道我。我俩这必须要去的，然后然后有用吗？点操你。叉八百，叉八百，那键盘你有吗？这都上来了，宝贝儿，观察一下。四十观察。啊！哇操！这给我空接了。闭门引领。哎呀，真高啊！闭门进一个，回去一个，回头一个狙。闭门回头一个狙。你反正你看你自己，你要买好的就买四百那个，一步到位。你要想买差不多的，自在家自己乐的话，就买340就行。这局子就看你是鹏飞还是鹏辉了。差八百，我要钱，多少钱？340到你家，我家鼠标要限制住，就是你要给你改个，里面很多东西配件都是我，组装的，它那个回弹率支持的很快的，所以说那个我家鼠标卖的比较好。制作2到3天到你家点2天吧，5天左右吧。孩子都快出生了，万不出去玩，我在家自己给你玩玩。那你买340的就行。鹏飞了，这橘子指定是鹏飞了，飞了。我看他像大面包。大面包。家口俩炮，再来一个，然后来了。我操你妈！他这个狗，关他下杀，关他下杀往下上了，哎，回头了，瞄 B 了，回家俩。他们家加钱，看你，发现我了，上去了吧这个啊？估计上去了，这不是他家加钱的吗？鼠标垫有啥推荐的吗？我现在用的是那个雷蛇的，也是最老的那种绿色的大垫，然后感觉也不是很好用，我这有啥推荐吗？对，但是你要都玩的话，我会给你换全能的微动的。他家是不是掉包了？你就跟我说你主玩什么就行，我会给你测试的。好，这逼是被挂吧？哎呀，是你吗？我打了80，这么能绕吗？我绕起来了呗。哎，我不下来好了。你不支持活的付款，没人支持活的付款的，我不能骗你啊！哎呀，你不上来他不漏，你发现吗？真够啊！会活。逼两个，还有个喷子，不用梦。凡哥俩40，有喷子吗？你是牛旭东本人还是啥呀？我本人。操他妈腰这么疼！
靠，中路马路上，马路上不狙他，马路上。还有小远，还有小远，小远，小远。我的妈，这个水枪！小远，小远炮，小远炮，小远炮。Nice。对你微信转我就行，你要哪个颜色？那个多色那里面变色龙啥都360，剩下都360。这个号500涨0.01%，58涨1%呗，就是。这个胜率差不多。操他爹呀！不死不输就行。胜率真难刷呀、啊！太难打了，小刀打50。一小门一小门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我的天啊！啊！正门，正门还有一个，正门，正门。我操！不换子弹，他是不是死了？我操你！不是，我没子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！我拿大枪，他死，我都知道他要进来了。操你妈！点操他！点操他！哎！来来来，中路点操他！快打他！这小子！操你妈！点操你！这人是个外挂的小子。哪个？这个虎路虎吗？不是，这个曾经。我操你奶奶！碧波在打51，碧波在打51，九宫格里。怼他！怼他！怼他！九打51，脚底下了。脚下。逼的逼的，那个 A 狗的 A 狗的。这一贯情。来了，今天。我操他奶奶，这也能喷子啊！穿透各个铁窗。我操！太膈应人了呢。那不拿我都不上这玩意儿。神器呗，神器必备，专制喷子。专制喷子的一兵。我操你妈！在哪给我通一血？90！我的天！一小门一个，一门贴墙一个。多下去！我操！A 门打47，我只能帮助你到这儿，找楼下。我操！睡着了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小道，我就整治他一手了。这小子把个小道一横啊！我要给他来个社会级卡缝。要了一个西风出来，猪肉下白了，来，猪肉下一个，猪肉下一个。Flash bomb， 八十，一包94，慢点慢点，我一血，94，九宫格里。你这个蹲着喷人真搞笑啊！一包点94，银色的银色的是什么？别浪，我一滴血啊，十血，我一血。我去炮楼了，打完的。我绕一圈，绕一圈，扛不住了，绕个大圈。打了94。是啊。我不急，等他到一包点。哟。他俩不一个队的吗？还没我强，我操！有耳塞，美女，没有耳机。我就说逼养的挺厉害。刚逼他打了几枪啊！小刀把有个 AK。我操你妈！逼不得俩，这边一发给我。来，一样。紧张去塔楼下一个，九宫格一个。我知道吧，我那把他也是给我一发，那就没有了，小宝贝儿。A 门一个，A 门一个，A 小
哎，二桌，哎，给我下一个，哎，给我下俩，哎，给我下俩，哎，给我下俩，还有一个，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侧身，侧身，这升个升个大炮。关木子啊！漂亮，七哥！到达九十，你就摁住一组，就给他穿死了。这给你转过去是吧？这小子第二时间直接就给你一个穿了，完全知道你的点位。那中路人多，给他来点高爆啥的呗，狙楼下。狙楼下 A 门。对呀、啊，那么两颗高爆就解决了问题了。在哪儿？在狙楼下。在门啊！来来来，狙楼下，狙楼下，狙楼下。这边下爆炸啊！直接一个弹雷，使劲就炸了。回来了呢还？他们对面扔了个雷。咱们 B 一，咱们 B 一。怎么到钢 B 了都？我帮你们过来断屁股了。门右手一个。打 B B 就是红格。操你妈的！二卓，二卓，他家，分档。俩，还有一个打残了！操你妈，你小逼崽！漂亮。